黐前面或者黐後面都好，呢一張嘢搣咗佢，之後將白色呢張搣出嚟，大概40%，之後簡單咁連翻去，但係需要剪一個 cm 出嚟。搣出嚟40%咧，係因為方便你嘅膠水冇咁黐啊。之後你就需要定位啊。盡量摸俾佢有把刀，太像你的58%，白色的紙將它拉上來成58%。個斜度最好是貼住個靠啊，千祈不要拉到90%啊。在這個步驟最好是用碌仔啦，開始一碌的時候千祈不可以停，如果在半中間停就會有界線了。解開那張二號紙，在上高處解開，OK， 搞定。